请问什么是派？什么是派？对，蛋黄派。嗯，派对吧？派，逍遥派还是印象派？不是圆周率吗？3.15，3.14，3.14，15926。无限不喜欢小数。派是鹿晗的专辑啊。夕阳沉默后，因为派呢，首先它是一个数字，没有什么规律的一个数字，但是它又代表的是圆周率，就是圆。圆呢，它看起来没有方向，但实际上它又可以是任何方向。在站在派四结束的这个时间点上往回看，就你会发现其实是四段不太一样的一个人生体会吧。就是过去大家的人生都经历过起起伏伏啊，看到过好的，也看到过不好的，然后最终呈现成了派一到派四这四张专辑的不同的内容。在夜的尽头，只有我说。这演唱会其实叫派对，那谐音叫派对。那每一个能听到他音乐的人，其实都是我们的朋友。我们肯定都希望大家能有相似的感受，也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份感受，所以就变成了一个 party。让我享受片刻的自由，不必压抑的沉默，没人打扰是我的 flow， 在这一刻don't wanna wake up。 Let's go to the pie day。